心情很差，冲击战，冲击。那驹哥没有钱的话怎么约会？没有钱的话就是油车河咯。以前年轻的时候是骑摩托车啦，对对对，对啊，游车河啊，吃点小吃啊，就这样子而已、啊。骑到海边呢，说哎，还有树丛啊，就骑到海边树丛，假装雷残，然后树丛蚊子太多了吧，树丛来不及啊，骑进去，太猴急了，我带越野。那你呢？没有见过越野？其实真的就大概是这样啊，就骑摩托车，然后去看夜景啊。哦，对，看夜景，上山，上对呀、啊，山，对、啊、其实我跟你讲，台北有个看夜景的地方，其实不用太远，哪里？就是圆山饭店旁边有一个停车场，从那边啊、对，然后那边也是不错的，那边很棒，因为它也蛮高的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很漂亮台北市夜景之外，嗯，你还可以看到飞机降落。哦、oh, 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酷，而且、这个、飞机来了，歪你这样。你刚刚说什么？这种飞机我起飞，你怎么玩这么恶心的、啊？我起飞了，我起飞了。而且以前停车场是不用钱，我们的年代是不用钱，骑摩托车不用收费哦。现在是要停车场的钱，停车场也没多少钱。就三十分钟之内赶快走，赶快走，对，好省的一个三十分钟，赶快看，不要讲话，看，记清楚了，好，我们走，走，然后下山再讨论，刚刚有没有看那个飞机啊？哎、欸，那个张立东，没有钱你哪里？如果夏天的话。就是免费冷气嘛，我觉得去那个书局，我吓我一跳，成品书局，我以为你要去家具行，哎、欸，躺下来，你怎么能想得到？你超太省了吧？家具，家具没有要服务，赶快。你说哪里？书局，书局啊，对，成品那种的，可以读一读书呢，看看彼此这样，分享一下读到什么，看彼此的。对啊，而且浪漫的那个书这样拿下来，然后可以从缝里面看到。你会不会跟人家在这边这样看书的？看看，那我是文言女的，你也在那边啊？看看，然后对看。哎，你真的好丑、啊！这什么约会啊？这样吗？太伤人。你没钱去哪里？我推荐，我觉得动物园不错。动物园就是门票又便宜，又可以玩一整天。然后又可以那种跟动物相处，转移视线，然后不会有压力。而且看到那个动物在交配，难道我们就抓它？模仿，你想不想？怎么说嘛？你好会问，对、啊，地球想不想？为了地球，对，不要闹。我们是谁在闹？是谁在闹？因为我觉得动物园是很好的地方，是因为动物园第一个，哎，台北市立动物园是在亚洲是有名的，对、啊，很大，物种又多。而且看到很多很多，你知道，各式各样的方式，很多交配动物啦，老汉出来，而且热的话，你还可以去企鹅馆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在企鹅馆量一下再出来，很棒的，企鹅不少，可爱可爱。那我们今天要示范，就示范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各位，我们要示范在很少的钱之内，然后带女生去约会，那女生还要笑呵呵。哎呦，这个难，这个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任务，对对。但是你们两个有去哦？我们两个有去啊。那宣告任务失败。我们是成功的看人呐，他先否定了，太搞笑了，输了。对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们第一队是谁？啊，第一队是海产跟谁？我跟 Vivi。我带 Vivi 去，哎，你好惨哦！你好惨，他很快乐。Vivi 海产，对，你好像带表弟出来。表弟，好，来，我们就先看 VCR 的，请看。哎，宝贝，就是这里了。这里？对啊，象山步道，没错啊。啊，不然你要去哪里约会？哎，拜托，你以前约会都去哪里？看电影、唱歌，哎，太无聊了。你以前 enjoy 也就是一些铜臭味。可是我穿这样哎。对，我今天带你来享受哎最 nature 大自然的味道，最 real 的台北。走啦。真的、啊？我没来过哎。我会爬到上面吗？我跟你讲，没错，就是要爬到上面。我跟你讲，你到上面会别有洞天。哇塞，你这短裤，我的老天爷、啊！这个取景取的。很累，宝贝，我们才走20分钟，快到了啦！你等一下上去很厉害哦。快到了，你刚刚就说快到了，而且好恐怖哦。哪会？你看，哦，
你这小调皮，我就知道你怕黑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什么啦？等等等等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皮。我跟你讲，你来这个山区，你拿手机出来，就没有enjoy这个大自然的感觉。我们拿这个蜡烛，点灯的感觉，是不是多浪漫呢、啊？有没有？哇，好像过元宵节一样。你提着，我们一人提一支，感情加温。你到底带几支？我带一把、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符合。不要带，走吧、啊，因为这个很省钱。因为手电筒我要买电池啊，这个一支才几十块而已。你看浪漫吧。是啊，你要小心哦，就不要蜡烛滴到哦。生日的话，好贴心、哦。我就很 sweet 的男生，有没有？你看，这样很便宜的小蜡烛制造浪漫，而且你还可以许愿。好累哦。真的快到了啦，不然这样，我帮你提包包，我帮你提包包。我不要。啊，不然嘞，真的快到了。背我。哇塞，开心！哇塞，怎么会有这种福利？哇塞。好，我背你。皮皮。你最近叫你昨天不要去吃火锅了吧？还不是你酿的。没关系。哇，这风景好好哦。我们以后每天都来爬。真的是偶尔来爬一次就好了 ，BB。好漂亮哦。好，我们在休息一下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怎么了，宝贝吗？没有，好开心啊，宝贝。我也觉得很开心哎。很棒吧？是啊，很舒服吧？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快到了，我们真快到了。那我们走吧，继续背我。好，走吧，宝贝。走吧。加油，加油！比如你现在倒是蛮快乐的嘛。好漂亮啊、哦！是不是？哇！整个最美丽的台北，映入眼帘。可是这里的美景只输了一个地方而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里唯一比这个景还美的就是你。三二，哇哦！哎 ，BB， 你以为来这里就是风景而已吗？我准备一个厉害的，噔噔噔噔，我最爱的绿茶，还有什么饼干、小零嘴。来这边享受野餐的感觉，好幸福哦！一定会很多人羡慕我，对不对？一定很多人羡慕你。来，我们再吃一个。谢谢 BB。你要喝饮料吗？我要啊，我要喝你喂我的。